妈。好，客人来了，客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喝茶了，坐进来一点。说客人请喝茶，不然你拿着他就不知道啊。好，客人也拿了。吃的瓜子饼干呢？那你可以拿瓜子饼干请小朋友吃，请你的客人吃。你说吃吃看这个，这个是海苔饼干。啊，你要讲啊，小朋友才知道啊。你说请你吃吃看。哎，来给小朋友吃。试吃，好不好吃？你说好吃要记得买下来哦。要买。你说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赶快试吃啊！这里有什么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呢？说这里有好吃的瓜子哦。我也会啃瓜子哎！好，来再讲一次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啃瓜子。啃瓜子哦，好。
你说话。